好，我是 Crystal， 在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，歡迎來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2023年3月27號，聯邦政府放寬海外買家的買屋限制。它這個條款呢，其實對於拿工簽的你呢是十分十分之好的。如果你現在在加拿大這裡拿 Working Permit 的話，你已經可以買屋了，不需要等到你拿 PR， 是現在已經可以的了。但是你購買的日子呢，即是你簽 offer 的日子呢，你要 make sure 你的 work permit 是有183個有效工作天以上的。同埋雖然你是可以買屋，但是你都是要給那個 25% 海外買家稅，同埋你在加拿大只可以買一間屋的啫。但 at least 你已經可以買屋，不用租屋了嘛。而現在 working permit 的人士亦都可以買樓花。例如是 Concord， 他們現在在 North York 那裡是有 Saison 或者 King's Landing 這兩個樓花， Downtown 亦都是有 Central， 那他們亦都是接受拿 Working Permit 的海外買家。那我相信呢，越來越多的發展商呢都會這樣做。那如果你想要更加多資訊的話，那就記得聯絡我啦。 Bye